不熟脑袋的认知，不会被约制，单单顺便被开启。主圣灵，无人及这保卫师，保护着你我，不分早与夜，安慰。不熟眼睛的捕捉，不会被控制，单单顺便被祝福。主圣灵，无人及这保卫师，保护着你我，不分早与夜，安慰。
亲爱主，亲爱的圣灵，你是宝贵，你是宝贝。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认识你之后，我们这个雅器可以有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我们渴望我们被你来到充满，我们渴望被圣灵你来到掌管我们的生命，以致到我们的生命是流露基督的馨香，能够是以主为主，能够是得着你的能力来到为你作见证。主啊，我们仰望你，求圣灵你此刻再一次来到掌管我们的生命，充满我们，叫我们完完全全降服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生命交上，愿意我们来到听你的说话，听圣灵你的引导。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有福的名，阿们。诗篇118篇1-4，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阿伦的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主耶和华的爱永远长存，所以愿敬畏耶和华的每一个人，我们心里面口里面都要高举我们的耶和华，我们要歌唱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无论是在昔日以色列家，无论是亚伦家，他们都要说神你的慈爱永远长存。直至今日，无论世界各地每一个的宗派，无论是浸信会、宣道会、路德会，各个的教会、各个的宗派，我们都要高举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无论是中国人的教会、美国人的教会、非裔人士的教会，主啊，我们愿意万国万民都来高唱，主啊，你的慈爱永远长存。实在神啊，你的慈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亦都是每一日都经历。天父上帝，如果我们有忘恩、有忘记，一切都是你的恩典的时候，此刻求你怜悯宽恕，再一次用你的灵去光照我们，给我们看到我们都是卑微不配的人，以致我们能够看我们自己合乎中道，让一切我们所思所想都是主耶和华你自己的真理。天父上帝，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敬拜你、歌颂你、跟随你，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是奉主耶和华之名而求，阿们。耶利米书33:1，耶利米被囚禁在护卫兵院子里的时候，耶和华第二次对他说，耶和华创造大地，使其成形，根基稳固，他的名是叫耶和华。他这样说，你呼求我，我就回应你，并且将你不知道的伟大奥秘的事告诉你听。以色列上帝耶和华这样说，耶路撒冷城中的房屋和王宫被拆毁，用来建修防卫工事，城中的人与加勒底人争战，只会使自己的房屋堆满死尸，因为我要在愤怒中毁灭他们，他们作恶多端，我一定掩面不理这个城。但有一日，我必一定使这个城复兴，医治他的创伤，使到他繁荣昌盛。我要使被掳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回到故土，重建家园。我要除去他们一切的罪恶，赦免他们一切的罪过。这城要使我在天下万国的面前得尊荣、重赞和荣耀。万民听见我使到这城繁荣昌盛，必恐惧战栗。耶和华说，你们说犹大的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道一片荒凉，人畜绝迹，但这个地方必传出欢乐声、新郎新娘的欢笑声，和在耶和华殿中献感恩祭的人的歌唱声。
要感谢万军的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美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我一定使秘掳的人回到故土，重建家园，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话，在一片的荒凉人畜绝迹的地方，在这个城所有城邑的周围，必再有供牧人放羊的草场，在山区、幽灵或者南地的城邑，以及便雅悯、耶路撒冷周围和犹大的城邑，必有人清点羊群，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看啊，时候将到了，我要实现我给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美好的应许。到那阵时，我要使大卫公义的苗裔掀起，他要在地上秉行公义。在那阵时，犹大必得到拯救，耶路撒冷必安享太平，并且被称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因为耶和华这么说，我应许大卫的后裔必永远统治以色列，做祭司的利未人必永远在我面前献燔祭、素祭等的祭物。耶和华对耶利米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除非你们能废除我与白昼黑夜所立的约，叫白昼黑夜不再按时更替，才能废掉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到他的王位后继无人，这才可以废除我与侍奉我的利未人祭司所立的约。我要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好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一样不可胜数。耶和华对耶利米说，你听见吗？人是这样说，耶和华已经弃绝了他所拣选的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他们藐视我的子民，视他们为亡国之民。但是耶和华这样说，好似我绝不废弃我所定的昼夜交替和天地运行之律，我也一定不会弃绝雅各的后裔，不弃绝我仆人大卫的后裔。我必定让大卫的后裔做王，统治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子孙，因为我必使秘掳的人回到故土，恩待他们。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率领他的军队和他统治的各邦国攻打耶路撒冷和他四周围的城邑的时候，耶和华对耶利米这样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要把这个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使他被付之一炬，你必逃不出巴比伦王的手，你必定会在他面前受审，被带到巴比伦。犹大王西底家，你要听耶和华的话，轮到你，耶和华这样说，你必不会死在刀剑之下，你必以安然去世。人会为你烧香，好像你的先王烧香一样，他们必为你哀悼这样说，啊，我的主啊，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先知就在耶路撒冷将这番说话讲了给犹大王西底家听。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以及犹大剩下的两座建城拉吉和亚西加。西底家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立约，让他们释放自己的奴隶之后，耶和华的话传给了耶利米。西底家王吩咐所有人要释放自己的希伯来奴隶，任何人都不应该令到自己的同胞做奴隶。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人民都答应守约，并释放了自己的奴隶，事后却又反悔，捉回先前释放了的奴隶，再次奴役他们。那时耶和华的话传给了耶利米，说，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这样说，我曾经带领你们的祖先离开埃及，使他们不再受奴役。那时我和他们立约这样说，
倘若你们的希伯来同胞卖身做你们的奴隶，服侍你们六年之后，到第七年你要给他们自由，你们的祖先却掩耳不听。不是很久之前你们回心转意，做我视为正的事，释放自己的同胞，并且在我的殿中立了约，但是你们却反悔，各自找回先前释放的奴隶，再次奴役他们，亵渎了我的名。因为这样，耶和华这样说，既然你们不听我的话，不给自己的同胞自由，是啊，我必使你们自由地死在战争、瘟疫和饥荒中，使你们的遭遇令天下万国惊惧，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和耶路撒冷的首领、宫廷的侍臣、祭司和全体的百姓曾经把牛族劈成两半，从中间走过跟我立约，后来却又违背跟我立的约，不再守约，所以他们下场必好像他们劈开的牛犊一样。我要把他们交起想杀他们的敌人的手中，他们的尸体要成为飞禽走兽的食物。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官员交起想杀他们的敌人手中，交起刚撤军的巴比伦王手中。看啊，我要吩咐他们回来攻占这个城，将他付之一炬。我要使犹大的城邑荒无人烟，这是耶和华说的。亲爱主，我们今天看到上帝你的说话，你对你的子民百姓祭司领袖的应许，就是你会将那些奥妙的事向那些寻求你的人来到显明，你会报应给他们见到。上帝当人去专心寻求你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看到一切人猜不透的事，人不能够明白的事。纵然这些事对人来讲未必一定是一路都是畅顺，一路都是好的事，就正如以色列的子民，他们要经历荒凉，他们经历被掳，就算是那一批同你是用动物的血、动物的身躯，一人一半地来到去立约的子民，他们也都是经历那一些奥妙的事。就是若果他们不去专心去跟从你，不去专心行在你的约之下、应许的约之下，他们仍然同样地都会受罚，甚至乎他们所承受的后果是更加严重，包括了他们被掳，包括了他们丧身在异地，失去他们的生命。但是上帝，你对那些是坚持持守你的约的人，你必定会为他们预备丰盛，你必定将你的奥妙、你的奥秘向他们显明。主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是承接这个的救恩，你这个敬虔的奥秘、这个神的奥秘就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显明。主啊，所以我们所有相信你的人、跟随你的人，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有这个的确据，已经是明白一个的奥秘的事，所以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行前面的路。主啊，求你就怜悯，有人是失脚的，有人仍然在环境叛逆的当中，包括了你的子民，包括了有弟兄姊妹已经是曾经是相信了主，现在也都可能相信主，但是我们信得不够真，我们信得不够深，以致到我们行的路仍然是半桶水，我们一只脚是行着天路，另一只脚仍然行着属肉体的路。主啊，求你去怜悯，求你赦免我们的弟兄姊妹，愿意我们真是全心全意、完完全全将自己生命去摆上，去行主你所喜悦的道路，成为一个活祭，行神你自己祝福令到我们能够蒙福的道路。纵然这条的路不是我们自己完完全全明白的，但是我们靠着你的时候就能够有确据、有信心继续的前行。主啊，就求你怜悯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阿们。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圣灵明确地说，日后必有人离弃真道
去除从那些迷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学说。这些学说是出自假冒为善的骗子，他们良心丧尽，麻木不仁，禁止人结婚和吃某些食物。其实那些食物是上帝创造的，为了让相信并且明白真理的人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若果以感恩的心去领受，就没有任何需要，也都没有任何的禁忌，因为上帝的道和人的祷告可以使食物成为圣洁。你要提醒弟兄姊妹这些的事，这样你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人，会不断的来到从你所信的真道和所遵行的美好教导上得到造就。但是你要弃绝世俗荒诞的传说，要训练自己做个敬虔的人。锻炼体魄是有益的，益处还少，但是敬虔生活是受益无穷，拥有今生和永生的应许。这些说话是真实可信，值得完全接受。我们努力奋斗正是为了这个的目的，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在于永活的上帝，他是全人类的救主，更加是信徒的救主。你要吩咐和教导这些事，不要因为年轻而叫人小看你，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上各方面做信徒的榜样。在我来之前，你要专心宣讲圣经，勉励会众，教导真理，不要忽略你的恩赐。那些是藉着预言在众长老将手按在你身上的时候赐给你的，你要全心全意这样来到做这些事，让大家都看到你的长进。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和教导，要持之以行，这样你不单止能够是救自己，也都能够救那些听你教导的人。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生活受益无穷，亦都有今生同埋永世嘅应许。天父上帝，爱我哋嘅主耶稣，督责人嚟到离弃歪曲拨谬嗰啲嘅道理而明辨真道嘅圣灵，我哋要感谢你，感谢你唔单止系每一日藉住你嘅话语嚟到提醒我哋，亦都事实藉住喺圣经里边、历史上边保罗对提摩太嘅提醒。给我们看到有很多切实跟随你真理的好仆人，就好像保罗和提摩太一样。实在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是离弃真道，去追随了那些迷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学说，也都有很多假冒为善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甚至在教会的当中来到去引诱人离开神你的话语，离开你的真道。天父上帝，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小心，我们更加的就是要敏锐圣灵你在我们心里面的工作，以致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去服侍你的时候，我们真的去服侍那个真的神，我们的主耶稣，而不是服侍人，也都不是服侍我们自己。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都有很多不合你心意的心思意念。主啊，我们的眼睛去看其他人的不是，但是他是没有看到自己里面那种的盲目，我们看不到自己那些的盲点。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圣灵那个的智慧，我们一方面能够灵巧，但亦都要保持我哋里面嘅良善，亦都帮助我哋去每日嘅去省察我哋自己有冇假冒伪善嘅心。求你宽恕我哋，帮助我哋，洁净我哋。主啊，亦都好似保罗去提醒提摩太嗰种对自己嘅小信，对自己冇信心嗰种嘅心态。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神啊，如果我们在服侍你的当中，我们有轻视自己，觉得自己不足的，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足，唯有是主你去充满我们，帮助我们，亦都有我们的谦卑，我们的回应，我们愿意跟随的时候，我们必定能够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能作别人的榜样。神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啊，每日提醒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明辨真道，在这个歪曲拨谋，特别是末后的日子，能够明辨你的说话和真道。我们这样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箴言25:23-24，北风生雨，前傍人的舌头也生怒容。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主，我们今天感谢你箴言的说话，求你叫我们做智慧的人，怎样来到是同人来到去相处。往往事实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充满了很多的冲突，求你给我们一班属你的儿女，我们知道怎样宁可来到去让步，宁可住在那个的房顶的角上，也都不去跟那些争吵的妇人来到去同住。主要教导我们来到怎样成为和平之子，怎样在冲突里面去寻求神你的心意，求你就带领我们，我们在一个活生生的处境里面，我们去经历到神你自己的教导，我们按着主你的教导来到去过我们每一日的日子，求圣灵给我们有智慧的心，也都有从你而来的爱心。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阿们。10月19日灵修思考问题，提摩太前书4:1-2，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你有没有察觉，无论在哪里都会有一些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呢？你怎样时刻依靠圣灵分辨真道，以致不被那些说谎之人的假冒所影响，而跟随了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呢？我们创天造地的主，慈爱信实的阿爸父，你是掌管历史、掌管我们人生每一个大小步伐的神。我们赞美你是得胜一切在动荡灾难的神，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你跟我们立的约是永不变改的。而且你在每一个世代你都呼喊叫人悔改，你愿意万人得救的意象是被宣讲。主，我们都很感谢你，藉着今天保罗对提摩太的祝福和提醒，更加同时提醒我们，在现在这个世代，要特别在这个互联网发达，周围都有很多假道、异端邪说，所以我们更加要专心的努力，在你的话语里面扎根，切切实实的去思想，和去实践你所教导我们的真理，好叫我们是能够分辨真理，并且以遵行你的话语为喜乐。主，我们更加是要去操练敬虔的生活，因为真的我们如果不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去熟悉和去努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代、被邪恶的和一些是难以分辨的言论去来到诱惑。主，我们更加每日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祷告，能够我们在你面前是切实的去认罪，以致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去动工。求主你都是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让我们的信仰落入只是一个形式和习惯性里面。无论我们是敬拜、我们去主日学，我们去团契，求圣灵都是引导我们去擦亮我们的眼睛，使到我们可以看见你自己，可以听明你的真理，让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心都不要被这个犹豫到蒙蔽，因为我们真的要不断地去虚空自己的时候，去谦虚自己，不要用我们旧有的头脑，我们的过去的经验和知识去理解我们周围的处境，免得我们都是落入一个被考验的和撒旦所设的网络里面。愿意我们每日都能够用这个属灵的眼光，用你的说话去调节我们的眼目，使到我们真的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能够去真的凡事我们的行为都能够是成为一个别人的榜样。今日你的说话更加去提醒我们侍奉应有的态度，我们就是要殷勤和专心，还有要恒心。主啊，求你都是让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肉体可能是有软弱，亦都很多时候我们是有小信，可能不敢去回应，但是在侍奉的经验里面，我们真的看到主你是与我们同工，因为这些工作都不是我们去做，而是主你自己的恩典拖带着我们，因为这个真是莫大的恩典，你给我们在你的事工上面也有份。主，我们都是卑微，我们真的不配，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你就是这么慈爱，你是愿意的来到是给我们的参与。主，我们都是求你继续是以你的说话每日来到陶造我们，因为我们都在身边，我们在这个三孙的大家庭，我们有很多的很敬虔的弟兄姊妹，每日我们的牧者，他们都是真的用你的说话来到喂养我们。主，我们真的不要去浪费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俗世很多的盲目的追求上面，以致我们的心是远离你。我们是同有一个的一共同的盼望，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去更像主耶稣你自己。我们更加有同一个的使命，我们要回应你的使命，真的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能够是为你作见证，能够是使到真的万民是成为你的门徒。主，我们都是卑微，但是我们很感恩，因为你的恩典都是救我们的用。我们以上不完全的祷告，求你真的垂听，奉靠主耶稣得胜复活之名祈求，阿们。阿们。